还有塞尔阳光哥，还有陈叔已经没有风，还有清风哥一念天堂哥，日次海哥，还有阿朱哥、练剑哥、爱你哦，还有门哥、哥哥、小金哥、小春仙，以及我们是桃花哥，以及我们诸葛茶，还有知足堆飞足有哥，以及他们老子啊，谢谢。麦克风什么型号的？七彩。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召集是什么，但是我给大家开一下，完了没有过任务的呢，帮菲儿过一过任务。幸亏你们及时的很急行啊，沙漠骆驼怎么这么火呀？我唱的时候也没这么火。谢一无所有歌，是不是唱什么火什么？就我这么蔫的人都能唱火吗？确实那首歌长得挺好听的，很好听的。感谢我们菲菲，谢谢。停，沙漠骆驼都要听吐了。谢我们上念哥，谢上念哥。微光的时刻要靠自己拼搏。下面有个响应啊，很多人不知道响应是什么，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我的关注点一点，没有点直播室通知的呢，上方有个小桃心，帮我点一点直播室的小桃心的通知。下方的那个电脑用户呢，没有关注的点一点我下方的关注啊，在这个地方。谢我们小木哥，谢小木哥。哎呀，我们 S 哥中了一条鲤鱼。来首楼兰呗，楼兰是挺好听的。但是吧那个歌有点高，你得体谅我。今天因为啥？因为主播就一个，对不对？点歌的有很多，总点完了，终于有一天菲儿的嗓子唱手术了，所以说现在很少唱。但是你没事，你直播啊，你总看呀。但是我总会唱的，我不是不唱啊，我总会唱的。你要经常来看我直播，说不上什么时候我就唱了。但不是说，可不是耍大腕儿什么不唱，确实是太高了，体谅我。也没有啥可耍的，我已经怎么样了？谢谢你唱个小草吧，不会唱，主要是下方有个紫色的小框框，紫色的那个真爱团召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真爱团召集响应人数呢是34人啊，这个有小框下34人，召唤人数呢现在有11个人，集结呢是1378个。我们已经集结了，就是1453个人了，加油加油，非常的不错。包裹里正好，包裹里没有做摘任务的，正好把包裹里的摘任务走一走。我休息5分钟啊，休息5分钟。就这个开完了之后，包裹里边哇，哎呀 ，S 哥太巧了，上个大特效。哎呀，你看这鱼太顽皮了。哎呀妈呀，我都不好意思看他了。这个，对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。手机里边是什么显？手机里边写着真爱，这个下边啊有一个这几个字，4-5个字吧，就写着真爱免费礼物。你开完这个，点召唤的时候点完了，他就会包裹里有了。有了之后，他会免费送你一个月，但是会需要你。开真爱召唤呢会需要1块钱，一个月都会有这个真爱，这一个月包裹里都会有，这一个月你都来我直播间，完了送这个，完了可以的话再送我一个棒棒糖，看没事他们会送一个棒棒糖嘛，可能有点快，新进来的宝贝就像有点快嘛。这个是你首充的任务的时候，首充任务，哎呀我去，卸妆哥1级，这个是首充的，这个是也是免费送给你的，在包裹里也可以送给我啊，还有我们的真爱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啊，这都是10级了，乱瞅，这都10级了，满家格式不改过来。哎，其实真的，我们家的这些10级的特别多，你就看送礼物这些啊，现在不要送66啥的，把我的真爱都顶没了，就这个1个1个送，啊，1个1个送，这个在包裹里啊，在包裹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谢谢。还有啊，我们还差多少个？还差9个我们就完事了，还差9个就完事了。还有一点哈，就是主动跟你说话的，哎，冒充菲儿的特别多，哎，加上你微信了，感谢那个开心每一天送来的天使，加上你微信之后呢，告诉你充值返利，什么开守护，各种各样的套路，哎，给我转账，我需要多少多少，那都是骗子，千万千万不要去相信，那都是骗人的。啊，欢迎君少哥，都是骗人的。很多人冒充菲儿啊，冒充管理啊，官方人员。咱们看直播，咱们就好好看直播，不要跟他们去聊。很多人哎呀，就主动跟你说话了 ，hello 啊什么的，我是女孩子呀，我是新主播，那个都不要相信，太多了。就是谨防上当受骗，马上要过年了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钱包。括号年度也快来了，一定要保护好。哟，我是美女，你是美女他爹，能不能不闹这一天呢？谢谢，很多谢谢大家，还有4个我们就完事了。大悲咒不能点了，大悲咒咱们有点耐心，大悲咒好像不能说没有说不让唱，咱们尽可量就现在就不唱了。比个马甲，瞅一瞅啊。因为冒充的飞儿特别多，真的，就我就冒充飞儿的特别多，我觉得。看看啊，有没有啊？很多很多，非常多，就改成跟我一样的名字，但是他没有马甲，紫色的马甲什么的都没有。但千万别嫌上赶，就是主动跟你说话，是好的那种的，全是有目的的。就一旦提到这个啊，什么充值返利跟钱财有关系的东西，千万一定要警惕。就网上的也不要去借钱，哎，假如说我跟他挺好的，我想借点钱什么的，哎，我就借个50、100的，其实不多，我告诉你，他可能超过1000个人都借这么多啊。他以借钱的缘由呢跟大家任何人都去借钱，哎呀，就是不借你就不行，就说你不好什么的，那个千万别相信，那都是骗子啊。欢迎阿信哥。就很多人都是，很多人就遇到过，其实遇到过什么呢？哎呀，我生病了啊，我在外边呢，急需用钱什么什么的。我告诉你，那你说他身边没有朋友吗？没有兄弟姐妹吗？再说了，多大个人呢？就差50、100的，有的更狠，超借好几千、好几千的。那现实都没有朋友，那你说得什么样的人呀？所以说，网络上不要去借钱。很多人就冒充骗子什么，有的时候你俩聊得特别好，哎，假如说小金哥和姑姑哥，哎，平时搁直播间都认识，突然有一天小金哥私聊姑姑哥，你加一下我这个 YY， 我大号丢了，其实呢就是骗子。胖了，阿信哥，你是我的粉丝耶，你都知道我胖了，你现在一定是戴着眼镜看我，你把眼镜摘下来的时候就有点模糊，就不胖了。很多就是说，哎，冒充那个叫冒充小金哥跟我说，哎，你加一下，这是我的新号，我那个号被盗了，你加一下这个号是我的，我那个号怎么上也上不来，哎，那顾哥人家相信啊，认识小金哥呀什么的，哎，相信就是这是一个比方哈，相信了之后，哎呀，你那个啥，帮我转个1000块钱，我要给菲儿开个守护，我要是怎么怎么样，哎，完了就上套路了，真的就很多这样的，你们懂我的意思了吧？就很多就这样的套路，哎，给我转50块钱，给我转个1000块钱，我给菲儿开个守护啊，我开个什么呀？基本上这个套路基本上就这样，明白了吗？任何人都不要相信，可能是他，有可能真的就不是他。我试了，摘眼镜更胖。那你还把眼镜戴上吧。感谢这个哥这么潇洒，一个个送来的么么哒。就这样看我一辈子多好，我也希望我这样唱一辈子多好。但这个东西，我只要能唱的，我一定给你们唱歌，就怕我唱不动。你又皮了。
就是所以说各种套路大家千万别上当受骗啊。是什么真的吗？只要我能唱的我一定给你们唱，放心啊，放心放心，好好的啊，就这些，就这么点儿，就这么点儿，可少了。烫坏了，我不烫头，我都是基本上就是做个型啥的，就像这种的我就这么连卷儿就吹一下就完事儿了。扎起来好看吗？胡子重了啊、哦！今天没刮胡子，不好意思啊。是不是胡子有点重哈？明天我刮一下就好了。还有十二个，还有十二个，没有点的那个，帮我点一点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说我胡子重的，你赶紧给我点一个，要明天我不给你刮胡子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十二个，没有点的可以点一下，下方有个蓝色的，不是紫色的，下边一个黄色的，一点就好了。如果你有 YB 可以直接开的，还有十个，没有响应可以点一下响应，完了没有送一个棒棒糖的，完了再送一个棒棒糖。包谷里有个免费的呢，是这种小桃心的免费的，完了可以送出来，开完之后就会有一个，一定要送出来哦。没事儿，比我的多。那不行，你说头发都掉没了咋办呀？跟熬夜有关系。还有一个呢，一定要经常这个多洗洗头，少在我直播间提某一个人啊、哦！一会儿又带节奏了，你们。一会儿又吵吵起来了，不行叔、啊、谢我们信阳哥啊，谢我们信阳哥，谢我们听到说哥，谢谢。多运动，嗯，得多运动。二十号的时候我还得休息，二十号的时候嗯还有一个检查，排号嘛，排号排到二十号还得去检查去。虽然是颜值主播，又是那话，真是的。你说掉头发能掉到哪儿去？大不了就一个光头嘛，害怕什么呀？掉脑袋又掉不了，只是掉头发，那不比掉脑袋强吗？你什么时候脑袋掉了，你就不好了。到时候我头发要掉光了，我直接开一个那啥直播，光头强改名直接叫。好了，基本上看我直播的基本上都是光头强啊，什么样人吸引什么样人嘛。对，我说一个全民点歌，是不是我又给忘记了？你们喜欢什么歌名？但这个歌我唱的都跑偏呀。楼兰不行，楼兰太高了，我只是个游客。谢谢你送来的礼物，谢谢我们贵人烟哥。老大你违规了，我咋了？罗兰不行，你唱不了那个歌，太高了。最终
解释权非人所有，一句话给你整一遍吧。我独自在深夜里买醉，这种感觉谁能够体会，爱在崩溃的边缘，正在慢慢枯萎，最后剩下的梦也支离破碎。突然之间疼痛这个世界，现实的你带走我的一切，曾经完美的爱恋此刻早已残缺，我的心就这样被你撕裂。你的眼角流着我的泪，我却紧守着承诺不肯后退。忘了你，也许多年的感情对你来说无所谓，我是在我们相爱的地方徘徊。你的眼角流着我的泪，回想曾经的过往事。我不会唱了这儿。就算今天的流着我的泪，感谢为正义而战歌，还有我们浅然默契歌，还有我只是个游客，还有过往姻缘清风歌，欢迎自己，还有赢在人脉，雷霆歌，来来往往，还有孤我，以及我们墨哥逍遥，以及我们兵哥，还有新阳哥小宁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孤
姑，这个就念姑吗？喝一杯水吧。嗯，老大，我可以点歌吗？为了公平起见的，以后我们来个全民点歌，就是纠结的时候我就来全民点歌，这样比较公平。好多人都在点，好多人都在点，我都唱不过来了。嗯，我能点吗？阿卡，你再说话给你禁言了。以后4823公平对你说话。谢谢以人为本哥，你知道你一说话占多大内存。娃娃脸，就像你会说话，属于谢谢以人为本哥，还有流行哥，以人说到哪了？对，娃娃脸，这不叫娃娃脸，这叫胖胖脸。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好动那种。其实还有我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有的时候直播的时候可纠结了，我是欢快一点呢，还是说就是稳稳当当的一点呢？我告诉你，太欢快了，很多人都不喜欢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就用稳稳当当吧，我还觉得不适应。喜欢我皮一点是吗？不喜欢我稳稳当当的吗？喜欢你的风格。哎，这句话太暖了。哎妈呀，给我张纸，我要哭一会儿。但是哈，今天这个下面的马甲真的很齐刷哈，就是到这块儿就不齐刷了，上面这好齐刷，就这种。哎，全是守护一排。嗯，就我这块不是，等会我覆盖了，在上面有点扎眼。下边呢全是，完了马甲就不一样了，马甲哪去了都？雨花石能唱。其实有的时候哈，我拿小号看别人直播很少，特别少，特别少，因为我的时间我都觉得不够用。嗯，往后余生 ，OK， 小叔哥啊 ，OK。像我们以人为本哥，你就看那些淑女啊，就是特别淑女往那一坐，就卡巴卡巴眼睛唱歌，脸上都面无表情。我觉得因为啥，因为你们可能都不知道，拍 MV 唱歌和就是说录音棚唱歌，你知道吗？是面部表情最夸张的那种的。啊，我把这工具踢出去。到时候进咱家打广告的都那啥，告诉你哈，都那个看人儿。像咱比较友好的不提，咱不认识的没有免费的广告。我说到哪儿了？对，说到就是往那一坐哈，他们那表情就啊吧吧，这哎，我给你表演一个来。你表演一个。嗯，叫啥呢？不行啊，我板不住啊，我可羡慕他们，就面部表情基本上就特别特别美好的那种唱出来的歌，但是不行啊，我说话都有表情，一唱歌面部表情可激烈了。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我给你前半部分就特别累，我觉得他们很不容易，特别累。谢谢我们小叔，谢谢小叔。哎，我的人呢？这儿。谢谢我们星泪哥以及流星哥，以人为本，小红小叔以及我们，以诚为本，还有欢迎自己九半哥、墨哥，还有东方红与风影哥以及 W 九。因为尤其是唱高音呐、啊、或者什么的，就是，
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就不可能太好看了，我觉得一太好看了就唱不出那种感觉，所以说我一唱歌的时候表情我自己觉得啊，哎呀妈，可难看了，面部可狰狞了。